麻将打得太紧张了。哎，吸吸氧啊，这个音量，吸吸氧就胡来了。该我了是吧？哎，慢点慢点，你吸得太猛了，别醉了。抱着氧气瓶打麻将，这个梦。你看看这个风，马上妖风来了。每天下午就是刮风下雨，那边已经下开了，赶紧坐吧。今天下午我们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吃火锅。土豆先装起来，祈祷一下，下午不要下雨，让我们安安稳稳的吃上一顿火锅。哎呀，这个料香得很啊。哎呦，切薄一点，切得厚了咱们这儿煮不熟了。我给咱们去切肉，吃饭啦。还睡着呢，啊？没睡着？吃不吃雪糕啊？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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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先收先收先收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！你别收收收！拧一下，拧一下，拧一下，你不拧，哎，放进去。好，哎好，够了嘛？到时候就刮风了，这个妈妈。呵呵呵呵，西藏的鬼计划，不来了，下次。我拍一下你，你再那个啥，你再倒。算的时候加点水后倒一些啊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加点盐，加点盐，蒜就不那么滑了。下雨了，你快说吧。下雨了，把这个收起来。好。把这些收起来。好，开始下了吗？下了，有点下了，有点下，把这个关掉，有点下了。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对面都是雨了，你看看。啊，你不来怪我啊！哎，把给它吸了，捞。你妈的！桌子放边上。给把这拿进去。来吧，还在，我看看。这会儿好像是风小一点了，下了一点毛毛雨。西边的天已经亮起来了。哎呀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好好的一顿火锅就被这个妖风给搅了。哎，这个先放这儿，所有的菜都切好了，只等风停我们就出去吃饭。主要是今天是六个人啊，六个人在房车里边坐不下，四个人的话就刚好。今天下午要刮雨，只要不刮风，它下再大的雨都没事。白风什么？哎呦，那你就冰天都白风没有人，是不是？两个桌子并起来，这么多的菜都放得下了啊。老师，小碗小碗炒油碗，还有这个香油。哦，加点香油。香油。现在我们来举杯噻。老徐。这个老徐真是，每次到吃完饭他就去弄狗啊弄猫的。下次叫早点放。早点坐在这里等牙饭吃。叫第一个坐在这里。来。干杯！我今天这个吃了，我就离开拉萨了啊！走了啊！下次再来啊！预祝咱们后半程的这个旅途一路顺风啊！好嘞！看看锅里边，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么多的肉，看看这个底料也特别给力。来，
辣椒特别多。这个可能要先放进去。我们现在关键点要知道，千万不能刮风下雨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人家太阳都出来了，太阳都出来了。那边那么蓝了。啊，哎、跑掉了，风、哎、啊。不，全部压到那边去了、哎，吹过去了，啊，吹过去了。哎，不碰杯了。先碰杯，九点钟了，九点十分天还是亮的。哎，吃完饭散散步，乘乘凉，太舒服了。